今天吃个美式小海鲜，手抓宝灵蟹，龙虾头上来一刀，直接放血。钳子砸裂，梭子蟹一劈二，小章鱼去除内脏，黑虎虾开背去虾线，把所有的海鲜清洗干净。宝灵蟹的秘制调料文字已经在下方，最重要的是欧贝老湾调料，没有的可以用卡针粉代替。在 WMF Compact 云母白系列陶钢锅中放入大量的黄油和适量的大蒜，小火，大蒜煮烂以后倒入粉料，把它们调成秘制的料汁，料汁煮过以后直接倒在海鲜上，把海鲜搅拌均匀，整锅直接放入烤箱。 WMF Compact 陶钢锅不单可以整锅入烤箱，海鲜的壳也不会对其造成损伤。收尾挤上大量的柠檬汁，手抓宝灵蟹搞定。这些海鲜汤汁就是鲜美的源泉。宝灵蟹一定要用手抓，哇，真的太鲜美了。哇